大明，坚持一下，你得抓紧点时间。等会儿下了山，咱们就有马骑了。啊，挺住！骑马不是更疼吗？怎么？看来咱们是跑不了了，见机行事吧。把枪放下。哎呦，这不是老虎寨的大迷糊吗？老虎寨，把他们带回去，交给当家的点天灯。慢着，他中了枪，让我搀着他吧。走，快点！哟，向省长的意思是，由政府出面，官商合办发行债券。对。凭你一己之力要筹措修路资金确实困难，我们应该面向社会发行铁路债券，市民都可以购买，当然只限中国人。太好了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发行债券资金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。可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？不瞒二位，我最近一直在筹办这件事情。我呢已经委托北平的银行印好债券，过两天运到滨州就可以发行了。向省长办事真是神速，考虑周全，给我们公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！也感谢省长，主要替我也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啊。不过，发行债券的事情目前暂时保密，以免日本人暗中破坏。明白，明白。对了，妞妞怎么样了？妞妞啊，还不错。她呢，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。我呢，准备过一阵儿送他去北平，跟我的家人一起生活。您是想收养他？对，这孩子啊，乖巧伶俐，跟我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，还有点放不下他。能给他这么一个家，对他来讲是再好不过了。快，快点，快点！朱老板，急着找我们出来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啊，江玉晨打电话给我，说华新商会不抵押了。奇怪啊，江玉晨解决了滨州铁路公司的资金问题，董事会没有提及资金的来源，只是让我们做好准备，购买建筑材料。曹母青那边有消息了吗？他能有什么消息？每天只知道吃喝嫖赌而已。这笔建筑费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起码有300万以上。江玉晨没地方去贷款啊，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这小子最近，我问了半天，一个字都没有问出来。你要尽快地查清这笔资金的来源。滨州铁路公司已经在我们手上了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。好，高田君，我记得前段时间您弄了一套监听设备。怎么？你想监听江雨辰？任凭他口风再起，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总会露出马脚。我放置起来当然也比较方便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祝老板，江玉晨虽然这一次没有卖掉华新商会，但保不齐他会旧计重施的。哎呀，这个江玉晨让我头疼死了，我连觉都睡不好。朱老板，其实摆脱江雨辰很简单。高田先生有什么办法？你们中国有句话叫金蝉脱壳。您的意思是？朱老板，您手上有一大笔截留资金吧？光胡淼那儿就有200多万。
你们日本人的情报真是太厉害了！你不妨跟我们高田洋行合作，投建水泥厂。水泥厂投资大建小慢，这不是赔本的买卖吗？我预测未来的10年，东北的水泥用量是现在的10倍。况且，我们高田洋行包购包销，祝老板不愁销路。 到时候，只筹钱多，没地儿花呀。有这样的好事，当然。祝老板，只要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，包你发大财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想把华新商会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水泥厂，等把钱抽空了，华新商会就成了一个空壳。 到时候江一晨他爱卖不卖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<笑>朱老板头脑灵活，果真是把做生意的好手啊！江一晨的不仁，就不能怪我不义了。愿我们合作愉快，来，为我们合作成功，干杯！ 冤枉什么呀？我是来投奔您的，这孙子是阎老虎的肉票，我把他带来给您当个投名状啊，刘爷。随便带个人来就能当投名状？刘爷，您不认识他？他可是曹定邦家的二公子。刘爷过目。 你小子是曹墨菲，啊，刘当家的，我是。你爹死了，啊，那你就不是少爷了，啊，你他娘的现在成老爷了，哈哈哈！这小子现在有的是钱，他哥俩把他爹的财产都给分了。小子，你应该听说过我刘歇眼做事的风格，要死要活。 你自己决定。要活，要活，刘当家的，我去。我写，我写，我现在就写。少爷，给您炖的银耳羹，您趁热喝了吧。忘了吗？吃不下。少爷，我刚才在收拾东上房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手帕，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咱们家的。 这是蟠桃的，明天上班的时候我给他。行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少爷，曹孟非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不是让你盯着他吗？我看着了，谁知道那个阎老虎派曹孟非上大脑山打探，这半路被林有些眼抓走了。 刘歇眼，那没事。曹孟非也不是吃素的，一个刘歇眼他自己还是能搞定的。写那么长，都是废话。刘当家的，我认为写长一点，能显得真诚。明天送到曹家。刘当家的，能不能不送到我们家呀？我们家现在其实没有钱。 去送到滨州铁路公司。
交到那个新上任的总办江玉晨手上，他会跟我大哥商量，他们会把钱送来。行，按他的意思，把他带下去关起来。是。啊。回去告诉你们当当家的，啊，明天这个时候一定把钱送到。当真？二少爷在你们手里呢，我能骗你们吗？那行，就给你一天，明天这个时候钱没送到，你就准备给曹莫非收尸吧。告辞。这把枪拿着防身。我会把老虎寨的情况测绘成图，并记录下来山寨的情况，给你放在112站的标杆下面。到时候你派人去拿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会用暗语写。你把每一句话的首尾两个字挑出来。今夜子时，山寨门口会面。今夜子时，山寨门口会面。栀子小姐，干什么呢？你应该叫我曹太太才对吧？叫我干嘛？干什么呢？在外面嘟囔什么呢？栀子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想干嘛。哦。你有曹莫非的消息吗？伯母问我好几回了。挺好的，在老虎寨挺好的。每次问你都是这几句，你到底有没有联系他呀？每次问曹莫非，给我回答的也都是这几句啊。那好吧，有什么消息你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嗯。潘头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莫名其妙。那个江总办说了，明天这个时候啊，把钱送过来。好。当家的，还是这城里的有钱人好说话。以后啊，咱先进城去抢吧。你傻？城里驻扎着部队，还有警察，稍不留神，我们走着进去，横着出来了就。可这白花花的大洋，看着真让人眼红啊。还没有到手就眼红，大洋没到手之前。我还是不大相信那大迷糊，你给我盯紧。是，去吧。弟兄们，养兵千日，
用在一时。大脑袋山的刘斜眼，十恶不赦，恶贯满盈啊，坏事做尽了。就在几天前，袭击了花麦屯，杀了几十号人，老幼病残弱一个没留。这是什么人？这是祸害，这是畜生，这种人留不得。我江雨辰要为民除害，奉金大人口谕剿匪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？有！各位，拜托了，出发！现在是逃跑的最好时机，不行，现在也是灭掉刘斜眼的最好时机。啊！你听我的，跟我来。你疯了！枪崩了他！小兵，别开枪啊！把你们枪都放下，快放下！叫你人把枪放下！放下，放下，快！大兵，啊！这门打开。哦。大平，你先走，不用管我。你两个人来的，一起走。你得听我的，赶紧走。我不走。快，没事。走，哎呀，走，走不了了。哎呀，把他们围起来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。官爷，我有钱。我刚打劫一个村，我把所有钱都给你。刘心眼，饶命！禽兽不如，罪有应得。今天我要为民除害。行了，杀这种人，脏了你的手。为什么不让我杀刘心眼？杀个人那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？你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没说你做不到。不过你从小呢心地善良，这杀了人呢双手就沾了鲜血，你会寝食难安，良心受到谴责。
那感觉吧，没那么好受。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，说的好像你很关心我似的。曹某飞啊，这地儿现在就站咱们两个人，也没有外人。你说我有必要跟你假装的假惺惺的吗？我呢，就想咱俩什么时候能回到小时候那样，成为好朋友啊，交心的好兄弟。江一成，我告诉你，自从你开始争夺滨州铁路公司，咱们俩就开始势不两立。你看看你这一脸严肃的样子，不好歹我刚刚救了你一命吗？你就假惺惺的对我客气点不行吗？你跟我之间只有共事，没有私交。行，那吴太太和蟠桃这消息呢？这算私事，不能跟你说。哎，我妈怎么了？你赶紧告诉我。不，你刚才说的吗？我们两个人之间啊，只有共事，没有私交。你别跟我废话，是不是我妈病了？严重吗？怎么回事？吴太太呢？是生病了，伤风、感冒、受寒了。蟠桃呢？找了大夫啊，特意精心的伺候，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你逗我有意思吗？你？我也不是想逗你，我就是想表个态。我以后呢，不是你的对手，会帮你一起对付日本人，保住滨西铁路啊？是吗？希望你言而有信。发报。嘿，大哥，这位小福子兄弟求见您。大当家，小福子兄弟啊，都是自己人，到老虎寨就像到自己家一样，别客气。大当家就是爽快，我今天来是替我们家少爷递个口信儿。啊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大哥呢？我好吧。少爷说了，多谢大郎家对曹少爷的关照。哎，少爷的事儿就是我严老虎的事儿。上次曹少爷被抓是我的失误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少爷说了，这是意外，不关大郎家的事儿。不过还有件事儿要请大郎家来帮忙。请说，只要我能办到，万死不辞。曹少爷之所以上老虎寨，是想找出绑架曹定邦的幕后主使。这事儿我都跟弟兄们交代了，谁也不会透露半点消息的。但是以曹少爷的脾气，得不到答案也绝不罢休。少爷的意思，大当家能瞒则瞒，若实在瞒不住的话，明白明白，还是少爷考虑的周全。高将军，那你项羽趁打下了大脑袋山？是的，他一夜之间就攻破了山寨。大脑袋山在凤翔岭的中心地带，是309高地的必经之路。高天君，江玉臣一定会彻底查抄刘邪言的老巢，很有可能跟我们勘察队撞上。目前小野勘测队的情况一定不能泄露出去，仅限于关东参谋部，就连本土内阁也不能泄露，尤其是不能让知子小姐知道。哎，让小野的勘测队先行退出大脑袋山，密切监控江雨辰的行动。等江雨辰离开后，再进行测绘。嗨，
个投名状纳得好，曹兄弟把刘显眼给收拾，从今往后曹兄弟就是咱们山寨二当家。好，二当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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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当家的，他一封信官军就上山剿匪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奇怪，他刺杀江雨辰被警察局追杀，这走投无路才来了咱老虎寨，江雨辰为什么要救他？曹兄弟，大当家的，他江雨辰打刘歇眼，并不是为了救我和大迷糊，而是为了在大脑袋山开隧道修铁路。那大脑袋山一直被刘歇眼侵占着，铁路线只能绕过去，要增加很大一笔的修路资金。而滨州铁路公司目前最稀缺的就是资金，江雨辰身为总办，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啊，他早就有了消灭刘歇眼匪帮的念头，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于是我知道他的想法，给他写了封信，由我跟大迷糊给他做内应，他当然会答应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当家了，二当家的说的没错，我亲耳听见姓江的跟那个王副官说什么，他说在大脑袋山上挖个洞，能省20万现大洋。哎，还说我跟二当家的帮了他一个大忙，这人家王副官才把我们放了。大当家的，你别让兄弟们为难，如果信不过我也没关系，我现在就离开老虎寨，我去别的山头碰碰运气。哎哎哎，曹兄弟，刘歇眼在我的地盘上杀人放火，你把他收拾了，现在却去别的地盘上去避难，这要传出去，这别人不笑掉大牙呀？啊！大当家，你弟兄们，摆香台。我们虽然缴获了一批土匪的军火，哎，可能都是老古董，而且数量也少，都不够装备一个连的。您放心，我呢正在筹集资金啊，然后等资金到位，在日本人呢购置一批军火。你坐。雨辰呐，哎，你这次首战告捷，指挥得当，有大将风度。这都是伯父教导的好，玉臣不敢鞠躬。哎，对了，我知道你最近公务繁忙，我是能理解啊。可是兰珠那儿……哦，伯父，最近呢，我有些冷落兰珠了，是我的错，怪我。你看看，有错就得认呐。兰珠，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没有想的那样，好不好？啊，别生气了，行吗？督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最近跟日本人走得很近。大哥，现在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你说。不如我们跟日本人结盟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咱们何愁大事不成啊？跟日本人联盟，日本人狼子野心，对我中华虎视眈眈，跟他们联盟等于是引狼入室，迟早会将我们的国土葬送给那些个倭寇。大发，你是想当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呢？可像我们现在这么活着也太窝囊了，我不想当一辈子缩头乌龟。日本人说了，只要我们答应和他合作，将来的东北就是咱们的天下。我来呢，就是要警告你，不该想的事情不要想，不该碰的事儿不要去碰。我们是兄弟，又是亲家，这事儿我还能害你不成啊？我话已至此，如果你一孤行，我不介意大义灭亲。Thank you.
今天是老虎寨大喜的日子，曹墨飞成为我严老虎的兄弟，也就是你们的二当家。从今往后，你们怎么孝敬我，就应该怎么孝敬他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背叛兄弟，天打五雷轰。我曹墨飞今天对天发誓，要跟老虎寨的兄弟们生死与共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若有违背，天打雷劈。来，敬二当家。敬二当家。干。干。干。大当家，最近兄弟们在山里总能见着鬼鬼祟祟的那种勘探队，不像好人啊，像日本人。他们在勘测什么呢？跟以前一样，看地形呢。没那么简单。小日本一肚子坏水，到哪儿哪儿倒霉。告诉弟兄们，盯紧点，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。好了，大哥。怎么样啊？肺部没有问题，只不过你感冒着凉了，得了支气管炎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啊，谢谢啊。你别担心，我看吴太太没什么大毛病。莫非托我照顾伯母，我就把人照顾成这样啊？谁都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，你能天天去看他，做得已经很好了。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。我小的时候，父亲就离开了我和妈妈。我在想，一定是我太淘气，不够乖，父亲才会不要我们。怎么会呢？你小的时候漂亮又乖巧，你父亲离开你，那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您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又漂亮又乖巧？您又不是我父亲。我猜的。你现在又漂亮又乖巧，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跟您说个事儿。那天我跟二当家的去大岛的山看山，从背后打了一个黑枪，我回来问了山寨所有的兄弟，当天除了我跟二当家的之外，只有二愣子他出过山门。你是怀疑二愣子？啊。而且我还怀疑他这枪不是打我，他是想打二当家的。当时我一挺屁股，咔，我救了他一命。哎呦，我也听弟兄们说，最近二愣子阔了，添置了不少好东西。你这么一说，他确实有问题，是吧？我怀疑这孙子是收了别人的钱，想要二当家的命。没有证据，咱们也不能随便怀疑多年的兄弟。不过，想杀曹兄弟的人，我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说，那八九不离十会是谁呢？只有主谋绑架曹定邦的人才会急着除掉曹兄弟。这期间少爷托人嘱托我要照顾曹兄弟，那么当然不是他。那么就只有一个人。孙富贵？哎呀，这个要命。这万一二当家的在咱们山寨里出了事儿了，啊，
那咱们就毁了，里外不是人啊。孙富贵跟咱们捣鬼，咱们也别客气。不如这样，是个好孩子，一片孝心，谁都愿意帮忙的。哎，是啊，自从莫非离开家以后，潘桃这孩子就天天过来看我，帮我洗衣服、做饭，真的是难为他了。还是个孩子，已经学会照顾人了。李先生好像很关心潘桃。这么多东西、啊，医生说你身体虚弱，需要好好补补。这些都是给你买的补品，这得花多少钱？赶紧去兑了的。伯母，我花的是莫非的工资，本来就是给您的，我只是代买而已。真的？真的？不信你问李先生。李先生是吧？啊，对，吴太太，潘桃不会说谎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来，我帮你。谢谢。多谢您了，走吧。好。不好公司，如果万一回不来，你就接替我的职务，把公司管理好。好好饶命，有钱没有？要命，有个大迷雾。哎呀，没意思，每次都让你猜着了。二当家的，这是。啊，山寨伙食不好，导致你在这喝会儿西北风。我是想我爹了，我爹被人害死了，我却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。这件事儿，想想就难过。二当家的，你呢，救过我一条命，我就告诉你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当初绑架你家曹老爷子那件事，不是大当家的主意。那是谁的主意？是孙富贵的主意，就连这30万这个数，他都是孙富贵给定的。孙富贵，惊喜不？还有呢，孙富贵在这件事上，他也只是个中间人，幕后还有黑手，但这个幕后黑手，他只有孙富贵才知道。好，看来我得下山一趟了。哎，说好了这是个秘密。再说了，你下山你不得有个借口吗？好，我先想想办法。北平来电，向证明向花旗银行印刷了一批铁路债券。虽然电报上没有说明，但是很明显，这批债券就是为了滨西铁路筹款所用。难怪江雨辰不再抵押华兴商会，原来跟向振明勾结在了一起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不可靠，这么大的事情他都隐瞒我们。没有驯服的狼总会露牙咬人的，给他一个教训，他就会低头认主人。现在
公司都是由我来把持，我们不需要再和他合作了。高田君，我建议把他赶出滨州。智子小姐稍安勿躁，向正民定制的这批债券已经托运了。是，由花旗银行托运，接收人是向正民。是从北平运出来的货，我们办到街去，全部销毁。我去办。不，智子小姐还有个身份是曹太太，你现在还是盯着铁路公司，不宜离开滨州太久啊。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木村雄去办吧。是。这次托运债券是绝密的，除了花旗银行的负责人，就是你我，还有江玉晨知道内情。学长，日本人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，我是担心他们背后。从北平来的火车必定要转轨南满铁路。这样，你们可以先乘火车去接应一下。好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制定一个周详的计划，安全地把债券运回来。万不得已就放弃债券，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。